哟，这是在表演这个解救，看，先把他的这个毛巾给他咬烂，然后再把他手里面的绳子给他咬掉。哎呦我去啊，这给他，哎呦，这是在救他的主人啊，表演。哎呦，这狗可以啊，管玩啊，什么坐立卧那都太简单了。上去，卧下，卧下，直接会打架。停，定。这个，那我玩一个这个试试吧。扔地上了，就这么大口。好了，镜头往里走啊，这是一条红色的马犬，我看着兴奋度，哎我去，它来跑着玩小家伙了，哎呦我去，这动力啊，非常的牛，这不管这马犬什么颜色，红的、黄的还是黑的，动力是最关键的。没有动力的马犬，就是还不如养个拉布拉多金毛了。你看这，哎呦我去，真的跟钓鱼似的，马上钓口啊！这小狗得多少钱？这小狗，这小狗得多少钱？就这，是啊，1600卖的，就是刚刚那两个大狗的后代，是不是？家伙动作很犀利啊！你看还有没有比这再好一点的？还有，那我看看去吧，在哪边？我看看。哦，在这边吧，这一窝大的。哎呦我去，这家伙厉害呀！呦，你看这兴奋的，激动的。哎呦，这里面展示不出来，咱们抱出来看一看行不行？抱一个大的，咱们去外面看一下。哎呦，抱出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钓鱼还是钓狗呀？我的天哪，这咬口太厉害了！你拍一拍它，人家都一拍都掉。哟，这抗击打能力可以啊！我踢都踢不掉吗？我试试。哎，刚刚哎你爸爸咬我，我趁机会打你两下。哎，这家伙可以啊，兴奋度！你再让他跑一跑。哎，大幅度的动作，你咬的都不撒口。哎呦，这不跟他爸爸妈妈听话，说吐都吐。哎呦，这种马犬真是，哎呦，我天哪，这是简直就是要疯了感觉。这坏人看了之后，别说这个做坏事了，光看见他都能吓死了。不愧是优秀的警犬，这种马犬你们喜欢吗？